刘一新办大选陪熟男，很多事适合夜晚不能早起聊，你说不管什么都可以找你聊，当我说我在吃夜宵，你说你也要，当撒娇成了制约就没解药。刘一新用自己的宾士载着熟男，但他身上的服装啊还真是不对劲，虽然有露了一点点腰，但是款式啊超级老气。哎呦，是一新阿婶来着吗？好咯，再回来看看他跟熟男去了哪里。服务做整套的刘一新接送过换衣服的熟男去吃麻辣锅，他在外面抽烟，哎，他也陪在旁边，最后两个人又在车上聊天聊到爽，他们才散会。昔日性感的他最近才去了夏威夷晒咪咪，嗯，对嘛，赶快让咪咪自己说话，才能够去除你的审美啊。